哎呀，不好！大哥，快跑！有豹子！老头，我看你往哪跑？嘿嘿，你跑，我让你跑！喂，干啥呢？兄弟们，快上快上！老头有难！你给我站住！小东西，赶上老头，你别跑啊！不跑，不跑是啥子？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我让你站住，你听到没有？你给我站住！我站住了，你干嘛？啊？你追我干什么？你是老鼠啊，我追你有问题吗？你凭什么追我？你是个干啥的？我是隔壁看大门的，就是莫名其妙追我两条街。你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啊你！这猫粮的口感是越来越差了，这什么玩意儿的？你啥时候给我换猫粮啊？你养不起就别养。哎呀，碳烤羊腿羊排啊，这家里的狗得多幸福啊！你想想，幸福个屁！那又不是给我烤的，一天天的只能闻味儿也不让吃。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呢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狗哥呀，你知道我一会儿见不着你，我有多想你吗？啊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你别这样，这大白天的影响不好啊。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晚上再见面，你白天不要见面。这万一被哪个喜欢拍视频的发到网上，咱们以后怎么见人啊？行了行了，差不多了，你也克制一下啊。行了啊，就这样吧，晚上再来啊。